社会是溜溜手手，凡事要好目睭。男女朋友，通互相研究，亲像公交车无收。拄着困难，海溜溜。前途事业，叫要看乌有。这时阵，适当的换摊，哪有脚手？顶着头动，搁跳脚，冷吹手。朋友啊，朋友。敬饮一杯酒，有你我就变忧愁。来，这久的快点，来右膝拿好 solo 跳起来舞。社会是溜溜球球，万事就看目睭。若无朋友，通互相交流，亲像孤鸟找无收。要要看乌有，这时阵适当的换摊哪有脚手？你着拖动，搁跳脚，免吹箫。朋友啊朋友，敬饮一杯酒，有你我就免忧愁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久不见，来一个。麻烦那个萧玉芬自我介绍。来，胖爸，有，孙哥，还有我们的凯莉姐，各位很地位乡亲，别打嘛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是萧玉芬。妈，你啊，就奇奇怪怪，我方又新。太哥，嘿，胖爸，故宫，金宝啊。哎，你刚刚在方秀慧呢？啊，但不可惜，你当叫我杨秀慧。你逼屁！我老逼屁！超级夜总会去年没入围金钟奖，不是欧宾的关系吗？欧宾的是第一代、第一届、第二届。我第二届。那奖金要不低。我这个，对，我这靠你们两个那些评审哦，评审哦，评审。哎，人家爱讲童心呢，你一定照来。我俩不童心吗？嗯，我童心会明。你敢赶快？那个良心不遂呢？啊，良心不安呢？那边一个铜像。铜像。伊讲伊童心，我不信啦。哦，哎。恁拢唔知影，干来我知影。哎呦，我甲你熟识迄阵你几岁？迄阵15岁。15岁。哎呦，跟我差不多。嗯。哦。我15岁头一摆卡碰过演戏，伊当初啊过节新婚是邮差。哦。你选阿伯全职的对。阿伯，哎，伊过节新婚，伫咧后台做后台助理。后台助理。哎呦。家己啊。哦，你几岁拢看无啥清气吼？连带着这，连带着那。来，你安那出道，你才是你开始自我介绍者啦。哇！你，我出道是安尼啦，我3岁就演戏啦。哦。因为较早有歌厅秀嘛。啊对。啊，阮老爸是阿西嘛。哎。啊，阿西甲托山，伊拢托轻秀嘛。是。你是阿西甲托山生的嘛？对。阿公甲你阿爸生啦。你妈的阿西是阿爸，哎，托山是阿公。加乱的。不是啦，我老爸要生我，拜托托山伯斗三工。我无管你，托山伯是托山伯，阮爸是阮爸。安尼歌厅秀后边是咪结束有一个大型的这个迄落舞台剧。对对对。哎，咱若欠银呐，哦，啊，我就去演银呐。阿爸阿爸。啊，你3岁就演啊？阿爸。啊对啊，我3岁，所以伊叫我讲啥，我就讲啥。嗯。啊，妈，我要提钱。爸，我不都要啊，拢讲起来。拢是你啊。囡仔还拢是我呢，啊，就开始一直演。啊，演家，我爱读一年的时候，我都未使过演，因为我爱等来台北，较早拢在中立。啊。爱等来台北读书安尼，啊，一直到15岁高中毕业，我继续出演，我才去拄着你。啊。啊，电视嘞，电视。电视哦，电视是我第一中视啊，迄当要招考演员。啊，我去报名，因为阮老爸无爱给我演戏啦。啊，我去报名，啊，我无相片嘛，各种片叫是毋是？迄个西瓜片。哦。我昨凊彩甲打去，我想应该袂叫到我，哎，我叫我去啦。啊，我较早拢咧演舞台剧啊，我足厉害，因遐空空啊，来去看到老师讲喜怒哀乐，看你们怎么表演。哎呦，喜的呢，嘿，啊怒的，喜怒哀乐。
乐。我甲喜怒哀乐吼，变成一出剧。好厉害哦！嘿，我就用一个查某人足可怜的，啊，好安放生，啊，放生了后，去拄到一个好人，啊，就死嘛，吼，啊，尾啊，因为囡仔伊就骂骂好嘛，啊，就哀嘛，啊，就我反正我那个编出一个叫。无想到你十五岁就用放生啦。不是啊，尾啊吼，公司就通知我要去签约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我未成年啊。啊对。我是用爸讲去甲我签约啦，我爸讲唔好啦，查囡仔人唔好惊这啊，嘿啦，去嫁人去嫁人唔好惊这，我全离家出走啦。安尼？哎，我后面哎五千几人选到十个人呢。哎呦，其中就是张成光呢。哦，哎，本来你个阿公是干爹。我阿妈冇关系啦，啊，所以我一直拜托我妈甲我爸爸，因两个拢袂答应。我全走去托山伯阿因家。托山伯全打电话给老爸，伊讲你这囡仔吼是足有天分的，无安尼啦，你予伊签几年啊？他说那因未红，只予伊去结婚就好。去试看卖嘛。哎，还是予我们托山伯讲价，阮老爸才带我去签。签约的时阵，迄个导播伊讲哈，这恁查某囝哦，一支嘴比手指我较来呢。啊，你小时候就这么厉害了？小时候就是叫叫叫叫叫哦。对对对。你有演过什么？连续剧什么剧？我连续剧演出多啊！是国语演过。哦，迄当初黄雄连国语都欠小段，小段，目屘也是看电视。小心，下床是插机啊！一世人凉凉。所以就讲外面呐，就适合演小段。安尼吗？国语啦。有相片啥？有啊，相片为证。哦，哎呦，拢无变啦。哎，十七岁啦。佫袂歹呢吼。哦。瓜子脸，哎呦，哎，那个你是穿花裙的呢？无啦，无穿花裙，穿什么俏丽啊？九头身啊，